真的。甜。好，我们今天又来到台南找我们这些的弟兄，我们的伙伴，不知道要搞什么。反正等一下就是边搞边吃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搞定啊！大家，看你这个一下。不一样的石雕刻，我爱头毛无关。我今晚带伊去无迄啰教授看，因为因讲最近在台南发现不一样的石雕刻，看是不是这个。嗯，看看，它的腮旁边有黄色的。啊，你有发现到什么？寄居蟹，这蛮漂亮的哈、哦。就是看得很漂亮，就把它抓起来，结果里面有东西。哦。九鹅，九鹅，野生的鹅啊，叫九鹅。嗯。对。哦，以前呢，安尼看个石头都硬的嘞吼。对。哎。哦，你看一把。做八呢，第三里哦。七姑啊，以前古沙港诶，是啥？七姑啊，河豚啊，这个就是吧？嗯，那是黄广的。对，它这个河豚，哇、哦，好几百种，给它回去吧。好一扑啊，好一扑，一带你过去，带你过去了，带了消防员，也感觉无危险，有消防员，也熟呀。安尼，这要食野生的石鹅嘛，无简单嘞吼。野生的，都生做含石头同款。哎呀，落起来，哦，这个上天然嘞，赞嘞。手掌，内底钱也一百个。嗯。真好，漂亮。你这监管有寄生物，啊，活很久了，表示它已经很年长了。我是顾伟。从这边拨它应该出得去。怎么样？孔雀蛤，哦，孔雀蛤，孔雀蛤好，收边。五锅鱼，海五锅，这厉害啊！这高啦，这等下，等下伊个肉唔到，真大碗啊！哦，天霸王啊，这高，嗯，无简单呢，愈大了愈歹卡，啊，也较细了无好卡。一粒石鹅遐了，要刷到遮天拢爱，上少爱三年。三年了哦。嘿，啊，咱海的拢还要饲一年，也是几个月啊，就会使啊。哦，所以咱养殖的拢只要一年尔啦。嘿，啊，咱今日目标的野生的石鹅就是拢只要爱三年对啦。钓鱼，钓鱼，啊，敲一敲，发现死掉了。以为死就是讲大家吼。老呀，老死的啊！嘿，啊，佫兼硬石头来，哦，夹死的，伊无法多开几只物件。其实南哥刚才有要叫我生吃啦，我又怕说你们那些酸民又讲说，哎呀，有没有寄生虫啊？那么小啦，这是个水质，你看就知道嘛。那酸民就靠白了，知？食水果惊有农药残留啦，食养殖的鱼肉惊迄啰饲料有迄化学的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输空气惊输到迄啰藤蔓的啥物件啦。啉酒惊啉到绿，这条头骨还夹个无够。诶，这条河豚骨无够。当然吼，这爱饲迄啰海鱼啊，有无？食物上迄个，把你钓好啊。
我要回去钓鱼，钓几个都到位，我到了。啊，不得不得，不得啊！哎呀，哦，这个乌钢，这个海外过来哇，这个乌哦。因这一挂吼，戆人拢爱用新台票去买迄个用大量养殖的鱼啊吼，食了到底对身体好啊？我应该去想一下，还是喜欢这个最天然的螃蟹。哦，惊死人啊！哦，这孔雀，这大粒嘞！叫嘛孔雀蛤嘛？孔雀蛤大粒嘞，孔雀个大粒嘞。啊！我收这石，惊死我的板啊啦！辛苦阮凡哥、阿豪，哎，啊，阮，吼、哦，阮阿兄起来吼，阮南大兄起来，哦，阮直接去排钩啊，开头，抓个鱼啊，将近一斤啊，啊，啊。这尾上粗哦，这尾才有粗啊，惊死人的粗啊，安尼啦，这有啥？来，你看啥？你看，人钓这迷你型的，我看孔雀蛤才八斤的啵？哦，这还能看这搞的？哦，有卵呢。哦，我这样够没有，够我这样肥的。比他的脸还要长。哪里长？比你的哪里长？连的。不是那里的。是那修。不一样。哇哇哦来。八八八。台湾的帝王蟹。哎，不要，你过来，不要。台湾的帝王蟹啊。接下我。哦，这把很夯哎，哇！饱的嘞，饱的嘞，嗯，饱的。哇，真的！甜，今天做甘小安，带你们这兄弟啊。你做什么？看，这钓的小 baby 要怎啦？我知呀。哦，在你家，在你家，什么拢吃？你那钓的吃？啊，你做王爷啊，唔好做小弟的。扣起来！哦，鸟啊，鸟有无？哎，这是鸟。野鸟啊，哎，啊，这鸟啊，来家掠钓，这个物件先啦。你去吃吗？哦，咱去吃看哦，吃看嘛嘞。我改，这我改。啊是，啊好的。嗯，哦，嗯，哦，阿英吃佫惊笑。赞哦，台南真的不错。吃，买不过一只鸟啊。接下来鸟啊。有哦。足奇怪哦，因两个生殖器拢有哦。奶奶里对，啊！你开开，哇！你怎么笑你啊？来，苏哥，没，我载你们家，我带来钱。小黄家，小黄别再杀你，小黄杀你不够追啊！什么猪逼？有刚跟他低你哦，无咧惊烧。那我拿手咧，我拿手别再杀你，我拿手杀你，快看，喊你来，哎，我改本子。靠腰啊，口沫传染的啊，唔止哦，人家拢有坚持的感觉。要感谢我们咱的这热情的兄弟，继续烤，继续吃，继续喝，继续钓。